天气真的非常热，为了让大家消暑，远雄海洋公园暑期推出冰风暴山全面启动，号称全国最狂的水派对，让所有的游客都要湿凉一下，搭配住宿餐饮的优惠方案，希望能够抢攻暑假商机。炎热的夏天来到花莲远雄海洋公园，一定可以彻底消暑。今年暑假，海洋公园推出了冰风暴山全面启动，用更多的水、更多的冰，要让所有游客湿凉一下。今年是海洋公园的20周年，所以第一个暑假，我们将大家很喜欢的冰风暴做了一个全面启动的升级。今年的水量是去年将近的2倍，所以要保证让大家非常的开心。同时，为了迎接20周年的暑假活动，在暑假我们将会推出买一送一的一个活动，也就是说玩一天再送一天，同时还有机会可以送我们现场的朋友去美国还有新加坡的来回机票，是我们在这一次20周年的暑假加码的一个活动。广场上有热闹欢欣的音乐舞蹈，而令人惊喜的大水泡和酷凉冰块从天而降，加上大型狂风水雾喷洒，以及现场游客只拿水枪互相喷射，整个水派对疯狂又刺激，大人小孩都嗨翻天。三首舞曲结束，所有人都全身湿透透，直呼好过瘾。很刺激，会有很多小朋友跟你们一起玩，很凉。对，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可以一起来，尤其是一整群的朋友，一定要带朋友一起过来。夏天就是一定要出来玩水，去外面的话，如果觉得安全性不够，这里。海洋公园水派对一天有2个场次，想要清凉消暑的民众不妨前往亲身体验。谢瑞慧，受风箱报道。